陛下，陛下，西军，你可回来了！哎呀，孤一直在等你呀！秦军围攻已经多日了，孤一直在盼着你回来，带领五国联军来增援呐。 陛下，臣无能，有负陛下呀！究竟怎么了？快说，陛下。 秦人定要我献出王畿36座城邑，将九鼎运回秦国，才肯撤兵。否则怎么样？否则他们就要攻入洛邑，毁我宗室神庙啊！秦人。 连我王姬都敢夺呀！还有，献出九鼎，那王权是象征啊！ 天下诸侯乃是我先祖所封，难道他们要坐看孤被秦人取而代之吗？陛下，诸国各怀一心，难以合力抗秦。 这献祭的大事，只怕是秦人迟早要兼并六国，统一天下。陛下，给。 孤的王位，孤的诚意，孤的天下，孤的九鼎，好给秦营。 你这个养马的家奴，陛下！公元前256年，秦昭襄王51年。 西周军率领的合纵联军攻秦失利，秦军兵锋直逼周王姬，西周军被迫将王姬36亿及3万人口尽数献于秦国。周朝最后一位天子周赧王虽仍在世，但不论从名义上还是从事实上，这个长达800余年的周王朝在这一年结束了。
秦灭周后，秦王嫡孙嬴异人与秦国大将嬴咎运九鼎回咸阳，途中遭遇异象，嬴咎病重，豫州鼎落入泗水。大王，末将已将公子和将军护送至大殿外。子楚，子楚，大王，父亲。快抬走，让侍医去诊治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大王，九鼎遇到泗水，突遇狂风巨浪，公子和将军所乘之船先覆一鼎，没入水中，公子和将军突染疾病，臣不敢逗留，急速赶回咸阳。哪座鼎沉于泗水啊？是豫州之鼎。父王，儿臣即刻派人前去打捞。鼎乃神物，必有灵性，视而不得复取，得八鼎已足矣。速将八鼎运送至太庙。诺。秦王继虽然得到了向往已久的豫王鼎，但九鼎缺一，大将暴毙，王孙病重，让这位战国雄主的脸上并无多少喜悦。在秦王继生命的最后五年中，秦国再也没有向山东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。真正能够接替秦王继完成统一志向的人，还在生死边缘对抗着命运的考验。秦国的小王，出来！
该死！嗯，你是哪家的小娃？赢。赢？来，上来。你刚才跟我说你是哪家娃？赢啊！那你呢？和你一样，赢。喜欢吗？这是王冠。我想要一顶，比这个还大的。来人，大王，穿太保。诺，有人来了，怎么办？小的拜见大人。启程回话。诺，秦公子一人，妻儿在何处？回话。去把小娃捞出来，把他们两个拿下。不，大人饶命，不关小人的事啊！带走，不关小人的事啊！大人饶命啊！我的正儿呢？我的正儿呢？我的正儿呢？你把他弄哪儿去了？跟我走，你儿子就在外头。秦公子一人的儿子被狱卒淹死了。
天意。平原君原打算让嬴政五子居于邯郸，使秦吴攻赵口实，亦可备日后之用，却不曾想出了这等事。夫人，小公子还活着。啊，还活着？是啊，夫人别急。正儿，正儿，正儿使劲儿，正儿，正儿使劲儿。使劲儿，正儿，正儿，忍着点儿，加把劲儿。正儿，活过来了。正儿，活过来了，现在一走。醒了，嗯，赶紧去，赶紧去，小心母亲。如何呀？大王之梦境实非寻常，臣细观子宫天下，云气状如鸡雏出，玉子孙之气盛啊，其气充盈，赤黄润，乃亘古未有之天子气象啊。百余年前太史丹之预言，看来将要应验了。这就是说，是天下宁夷之人将是我嬴姓的后人，秦国将得天下。恭贺大王。他现在降生否？赤黄之气如此充盈，依臣所见，此人定然已经降生。正儿长大一定比他父亲强。果然当了56年的秦王，上苍啊，给了我这么长的时日。
寡人一刻也不敢懈怠，回想在即，竟没有灭其异国，更何谈一统天下呀？父王一生开疆拓土，富国强。 文治武功堪比木工，放眼当今天下，谁人可与父王比肩呢？告诉你的儿子，也告诉你的儿子，告诉嬴姓后裔的子子孙孙。 大秦男儿，勿忘东出，兴我大秦，一统天下。诺。你刚才跟我说你是哪家娃？嬴儿。 这是何物？我想要一点比这个还大的。哦，还有一事。何事？你还有没有未有弱冠的子嗣啊，父王？ 儿臣最小一子夜已成年，父王何有此闻？啊，寡人梦见了一个小娃娃，颇有神灵之气呀，该有10几岁了吧。 父王为国事夙夜操劳，一统天下之心刻刻相催，也许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罢了。这个梦的真切，寡人从来没有过。那个小娃娃带给我的欢喜。 让我觉得似曾相识。嬴大王，子楚有一子，应是这个年龄了。在哪里啊？小儿嬴政，是子楚当年执照时，与赵女在邯郸所生。赵王欲杀我，子楚无奈，独自归秦。 将嬴政母子留在了邯郸，至今尚不知近况如何。邯郸，大秦国的东北方向。嬴政。 速派人。 把嬴政给我接回咸阳。诺。七月无衣，与子同袍。七月无衣，与子同则万心生。
公元前251年秋，在位56年的秦王嬴稷去世，终年75岁，谥号昭襄。秦昭襄王执政期间，极大地扩张了秦国的版图，增强了秦国国力，使秦国成为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国家，为之后秦始皇嬴政一统天下奠定了全面的胜局。叔父，深夜入宫何事啊？吴王，老秦王死了。什么？老秦王死了。当真？为何宫中无人奏报啊？臣安插在咸阳城的密探星夜兼程送回来的消息。死了，千真万确。老贼死了，死了！这个老贼，老贼，他终于死了。明日大朝，商讨伐秦大事，寡人要整顿大军，趁着秦国王位更替、政权不稳，要把秦国抢去的土地全都给夺回来。吴王，老秦王虽死，但此时与秦开战，并非良机啊！不趁此时出兵，何日才能雪耻？老秦王生性强悍，野心勃勃，这50多年来不断的攻我三晋，好不容易现在换了一个生性文弱的嬴柱做秦王，那秦东出之势必然会弱下去。叔父，趁着此时秦国丧乱，我赵军定可一举攻破函谷，直入咸阳。秦国王权交替，但百万大军还在，雄兵猛将尚在，不可轻视啊。叔父不要多言，寡人心意已决，誓不更改。我王，我王，公子湛，公子丹，宗二，哎，你们来找我玩吗？哎，公子丹，你有没有肉？肉，来，来来来，是他饿了，要吃肉。我怕狗。这不是狗。狼，是狼。他还小，别怕。哟，嘿，公子，你看，秦狗，燕狗，燕狗，我乃燕国公子，休得胡言。哎，公子，他们两个人啊，还在玩狗呢，还真是啊，是吧？这不是狗，那不是狗是山啊，是狼。这明明是狗，硬要说成是狼，就是啊。停住，少爷，休要胡闹。秦人可恶，但也应在战场上堂堂正正较量。二哥，你是太子，你别管，收拾嬴政这种事情我来就行。公子，请。慢慢来，不急啊。哼，啊。
拿过来我看看。哎，哎呦，这公子，这不是狗啊，这真是只狼啊！好啊，都说虎狼之禽，你个嬴政居然在我赵国养狼！还我！哎，这儿呢！滚开！你不过只是个伴读，竟敢戏耍秦国燕国公子！甚公子啊！告诉你们啊，到了赵国，你们就是质子，是抵押在这儿的，是吧，公子？这嬴政连质子都算不上，哦，顶多被人抛弃在这儿不管啊！哎呀，哎哎，公子，公子，来人啊！住手，嬴政！放开我！嬴政，公子，嬴政打我！够了！杀了你！堂堂公子，市井泼皮一般与人斗殴，还被人打成这般，非但丢赵人的脸，更是丢父王的脸。公子，无妨吧？啊！你要敢杀他，我就杀了你！嬴政，我连你一起杀了！赵岩，我杀了你！秦公，公子，快点，拦住他！公子，来人啊！我杀了你！赵岩闹够了没有？人也是随便杀的吗？我今日非杀了他，不然我难消这口气！我杀了你！住手！公子，小孩滋事，怎可用剑呢？还有你们，抓个娃子，很威风吧？这嬴政打伤公子眼，岂能轻易？闭嘴！一个小小的伴读，休得多言，没有礼数。这是秦质子之子，就不能随意伤害。太子，这就带公子衍回宫吧。老夫刚从前线回到邯郸，也要去见大王，正好顺路。听凭将军安排。嗯。走。赵爷，快上车。秦国王位更迭，国内必然动荡。此时若大举进攻，定可夺回失地，杀一杀秦人的气焰，一雪前耻。大举攻秦，并非不可行。此时，却是好时机。此乃天赐良机。将军，我赵国若能趁机一鼓作气击败秦国，那我大赵便是天下最强之国了。而秦国，从此以后，秦国便与那五国一般龟缩一隅了。不过，秦人善战，关隘险峻，土地广袤，诚意众多，需有绝对优势兵力，才能成就大王之意。将军需要多少兵力？百万之兵。百万。寡人举国之兵也无百万，应敌之策乃是多路进攻，令其首尾不能相顾，分散其兵力，才能造成突破渠道，攻破秦人壁垒。与五国再次合纵如何呀？前几番合纵看起来呼啦啦一片，实则六国是各存私心，对秦并未重创，反被秦瞅准机会一击而溃。老夫以为合纵攻秦反不如一国奋力一击。征伐秦国竟如此之难，
梁姬稍纵即逝，绝不能迟疑。将军莫要再顾虑其他了，先整顿兵马。寡人定要在有生之年，痛痛快快的剥掉秦这只恶虎的皮。商君书，这几册书啊，是你的先祖孝公百余年前在秦推行的商君之法。这些正法之本，使民之道，我学而何用呢？何用？公子啊，你可不要被现下的处境迷惑了意志啊！你是何人？你是嬴姓男儿，是秦太子嫡子的长公子，是秦国王位的继承人，甚至是将来天下的王。你说学而何用？你今日所遭受的苦难，是你这一生的财富吗？你今日所遭受的凌辱，是你一生意志的起点。你必须要知道秦国是如何强大的，你才能懂得如何使秦国继续强大。先生，我和阿母还能回到秦国吗？你就是死的赵国，也要死的像一个王者。王者？对，王者。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王者？志向、胸怀。先生教我。你要知道天下之大，你的志向要延伸到天的尽头。你要知道这万民之中，你的胸怀要包含着千万的生灵。这就是王者，是秦国的王，是天下的王。若我能活着回到秦国去，我必定要做一个超越所有王的王者。哎，公子有如此大志，不枉费你这些年所受之苦。申月在此立志，就是死也要保全公子平安归秦。先生，父王已经指定我为储君了，待丧期满了，正式即位，再昭告天下。虽然这些话此时说不太合时宜，还是要恭喜太子。父王今天跟我说，有意更换丞相。问我有什么人选，我去见了先生。邯郸传来消息，今日赵王把镇守赵燕边境之将廉颇调回邯郸了。赵国很可能趁着秦国大丧之际发动攻势。赵王刚烈，对大秦仇恨至深，他断不会错失这一时机。也许等的就是这个时机。我这就去面见父王，告知此事。大秦应早做防备，先生稍后。太子莫急，既然要告知大王，最好能提出应对之策。真心的恭喜姐了，终于当上了王后。银柱如今只是监国，要等守丧一年后才可正式即位呢。还不都是一样，姐是名副其实的王后了。
嬴柱当了14年的太子了，如今他都53了，才终于登上了王位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每天是提心吊胆的，生怕他熬不过先王。此刻，我这心啊，才算是落地了。是呀，安国君多年的……不对呀，姐，该改口叫大王了。大王多年得解，精心照料，不仅将一英的家事巨富姐来打理，且这两年国事也多由姐来裁夺，可见大王今生是离不了姐了。大王自然对姐是有求必应了。听你这话，是有所相求了。一曲昨夜风凉起，看四野八荒，寂寞。